I met you in the summer when you left it was cold. Said we loved one another. Guess that we were wrong. I met you in the summer. My love was out of control. I've been going crazy without you so long. I met you in the summer. 太热了，我们就这样看吧。I'm just staring at my walls and talking to myself. Now and then I'll try to laugh, but I'll cry a bit as well. I was never any good at being away from you.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when you left, it was cold. Said we loved one another. Guess that we were wrong. I met you in the summer. Our love was out of control. I've been going crazy without you. I'm so alone. I met you.今天来这里吃晚餐，走吧。吃 BBQ。对，吃 BBQ。我们今天晚上住在卑南，然后过来都兰这边吃 BBQ。前几天呢都不固定时间，那明天不用太早起床，所以现在是快九点的时间，我们来吃 BBQ。点了白虾，先送来了。虾子我要吃啦！虾子你要吃哦，吃吧。这两个这几天疯狂的想要学日文，然后现在在背五十音，两个还互相讨论，超级好笑的。吃晚餐还在那边写，好认真哦，超棒。吃吃看，这样手剥。虾子，哎呦。嗯，好吃。再来是烤青葱肥肠，来吃吧。肠子拿来烤。包菇吗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好吃。嗯。哎，我们这次可以这样烤哎。嗯。肠子拿来烤，很不错哎。凤螺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哎，看一下电风扇好不好？热哎！开了。牛小排，都好美味哦！把中间的肉给挖出来。螺肉，我第一次吃光牛肉哎。对啊，对。好，可以的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是螺肉，你刚刚说要吃的啊。然后奶油扇贝。奶油在哪里啊？嗯，我要吃一个螺肉，吃吃看，然后用那个牙签把肉给挖出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吃吃看好不好吃？告诉我。这个可以吃吗？那个顶端不可以。这样吗？鱿鱼翅。谢谢。鱿鱼翅。这个吗？鱿鱼翅。好吃。好吃，对不对 ？QQ 的，对不对？有一点黏腻。这个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。哪一个？那蜗牛跟螺有很不一样。扇贝如何？很嫩。很嫩，好吃吗？很多汁。很多汁。好吃吗？扇贝？用扇贝壳来接牛肉，看起来高级耶。对。这样看起来很高级耶。老大，你吃了吗？试试看吧，好吃吗？因为它有加奶油。哦，你这
你把人家食物讲 low 了，有玉米浓汤的味道。松板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松板猪好吃吗？好吃，很 Q 啊。你有吃松板猪了吗？好吃哦。我喜欢吃人家烤好的烤肉。我还要再煮。可以控制得非常好，牛肉很嫩。我还要再煮。好。猪太好吃了。嗯。嗯。烤焦的。嗯。嗯。用手打。你对。嗯。最后加点的鸡腿排来了，开动吧！啊，哦，看起来也真的很好吃。我们晚餐结束，要回民宿休息了，大家晚安，拜。跟小情人来做情人荡秋千。哦，不要耽误大力陀鱼。那你就像那个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荡一下那个荡秋千。我不要，我这样就好了。我要荡了。好 ，Go！ 好久没有玩荡秋千了，真的荡得起。我要推你。不用推我，我可以自己荡。呜呼！我看到大力啦！椰子树、天空还有海，就是台东这边的代表性，对不对？嗨，粉圆们，现在是星期五的11点左右，我们来到了都兰观海平台，但是下雨了，好可惜哟、哦！上车变这样了，太搞笑了！洗好头，是刚洗完头吗？加路兰下来休息一下，现在变成好天气了。